经过前三局的各种尝试，马龙已经意识到侧身位正手发球、侧旋、逆旋和高远打力量和速度是行不通的。第四局第一球，马龙换反手发球，也属于逆旋转，但在发球后的衔接会更快更舒服。2-0，龙晃挑反手位，没能骗过高远，借力发力反思大角度。2-1，马龙伤不拧，不停调动高远站位，中等力量击球，避免高远借力发力。3-1，变逆侧上发球，突出变高远实发球。4-1，马龙发侧下，随后退中台中等力量护台，限制高远借力后的速度和质量。5-1，马龙接球冒高被拧死。5-2，背后击球，许昕上身失败。5-3，马龙给中间偏反手位。6-3，同样的球，高远有了准备。6-4，马龙拧拉，高远高质量的反思。6-5，马龙劈长非常突然。7-5，马龙侧身后反拉直线，优雅，实在是优雅。8-5，高远没能坚定的拧拉，马龙反手起下旋拉得很转。9-5，马龙不想正面对抗，想周旋捡个失误。9-6，马龙拧反手，高远看住反拉大角度得分。9-7，马龙反手发球，可以更好的护台，两面发力，第三板反拉直线得分。10-7，高远有了准备，直接上手拧。10-8，马龙控正手短，高远摆出台，马龙正手稳稳拿下。好，技术总结：三分防守，三分巧拉正手，两分发抢，一分发球，一分快劈，一分搏杀性质的侧身直线，逆境中出奇招，全局反手发球。第5局手球，高远先撕大脚，再撕中间，最后撕反手斜线。0-1，马龙继续变化，用侧拉方式接球失误，为的是把高远的节奏带乱。0-2，马龙反手发球，远坚定拧拉。0-3，马龙反手发球变左侧旋转，高远快劈一板，打得马龙很难受。0-4，马龙高质量控短，破坏高远进攻，找机会侧身爆冲。1-5，高远想黄摆失误。2-5，高远知道龙要进攻正手，正手位看得非常死。2-6，马龙加转摆到反手位，限制高远拧拉。3-6，高远发球换落点，马龙侧切强行改变旋转和节奏。4-6，率炸的多拍相持，马龙的丝滑连招抓住高远正手空当，侧身倒地冲直线。5-6，马龙扑正手飞身爆抹。6-6，马龙快带大角度。7-6，非常夸张和嚣张的一球，马龙反手将军拔剑，神龙摆尾，正手抱甩打重复落点，这球被马龙算到了，有意识的进攻。8-6，非常的轻松写意，高远越想发力越容易露出自己的破绽。9-6，精妙的落点计算，发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反手直线打身体最远点。10-6，马龙中台两面进攻得分。技术总结：做好防守，咬住比分，精准的计算，切一个冲一个，打乱高远速度流的节奏。第6局第1球，反手防住了高远的拧拉得分点。接下来就是马龙的大时刻了。1-1，接发球反手拧。2-1，在马龙强势进攻下，高远反手也出现了失误。3-1，马龙最后一板撇出侧旋。4-1，马龙轻防，反手大角度，用节奏落点调动高远，限制速度，弹直线得分。5-1，算了一个控短撇拉。6-1，反手拧拉上手。7-1，高远拧拉失误。8-1，高远吃发球。9-4，马龙反手发球，落点变化。10-4，一个出界球，马龙也要切一板。最终，在马龙的持续进攻下，大比分领先，把比赛拖入了决胜局。
第一球经过举肩调整，高远出手果断了起来，拧冲直线。0-1，马龙正反手极大角度的调动。1-1，高远正手快拉进攻中路得分。1-2，马龙反手还了一个中路得分。2-2，马龙摆反手小三角。3-2，马龙想加质量拧穿高远，没跟上节奏被反拉。3-3，马龙发反手位小三角，高远判断失误，提前移动接发球被动了。4-3，强压高远正手未能起效。4-4，马龙重心压得很低，反手起下旋加转。5-4，马龙领先进行换边。6-4，高远没有坚定拧拉，反而选择搓了一把。7-4，比分拉开，龙队默默握拳。8-4，拧高远中间。9-4，胜利在望的马龙心里也有了起伏，开始扣分，开始跺脚。拿到赛点。10-6，拿到赛点后的马龙全力冲杀，却被高远盯得死死的。10-7，又是一个精彩的相持球。或许龙队想用一个漂亮的对拉结束比赛，无奈高远反击质量更高。这里慢镜头回放可以看到，不要发力，不要发力。10-8，侧切防守反击，标志性的扑正手拿下比赛。36岁的马龙在赢下冠军的那一刻，回头望去都是自己24岁和27岁的样子。2012年世界杯，当马龙战胜波尔时，他振臂高呼，双手指天，这是马龙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单打冠军。此时的他年轻气盛，拼劲十足。2015年世界杯，马龙再一次夺冠，此时的马龙已经成为男队的队长，并在苏州世乒赛一举夺冠，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至今仍未落幕。2024世界杯，0-3落后的马龙上演了绝地反击，逆转取胜，三夺世界杯冠军。此时的马龙已经是集双千大满贯、超级全满贯、世乒赛三连冠于一身的乒乓球历史第一人。And he does it, 马龙 takes it, the heart, he gives his love to the world, the captain, the dragon, the dictator,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No man in Olympic history has ever taken two gold medals, and Ma Long with 64 months at world number one has shattered every record in table tennis history. You are looking at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